们。欢迎收看娜娜达斯，也就是你只接到斯，也就是娜娜达阿拉斯。今天我们大大的主题是什么呢？我们今天大大的主题是史上最难唱歌曲，哪一首最虚脱？没错，掌声。气很长要 PK 啊、哦，对，气很长，有些 K 歌真的是大家都不用换气、我们现在直接听最经典的。黑的、白的、红的、黄的、紫的、绿的、蓝的、灰的、你的、我的、他的、他的、大的、小的、圆的、扁的、好的、坏的、美的、丑的、新的、旧的，各种款式、各种花色，让我选择呼吸。飞得高高远远远，好简单的线，它金色的生命，它的高深，它的冰肌肉，对。边缘笑，越喊越笑，快要死掉，也很骄傲。而且每次都快要死掉的时候，对，对，也很骄傲，根本不骄傲啊，也很骄傲，已经没力还骄傲，真的死了。好，我们看能够跟他 PK 什么，最近也是蛮好。啊，对，来来，彦斌。地方可能不一定要气要长，但是要很足去撑那些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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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先生，你没气了。飞得高高远远远，好简单的线，它就死掉。生命短短，高兴就好，喜欢就好，没大不了。越想越不想唱。你没唱完呢、啊，先生，你又没唱。好难呐、啊，你也太弱了吧？怎样？你笑什么了？太难了。黑的、白的、红的、黄的、紫的、绿的、蓝的、灰的、你的、我的、他的、他的、大的、小的、圆的、扁的、好的、坏的、美的、丑的、新的、旧的，各种款式、各种花色，任你选择。每个越高越远越好，剪断了线它就死掉。越快越老越老越老，喜欢就好，没大不了。越变越小，越来越小，还要死掉也很骄傲。有哎、欸，你第二个有哎、欸。接下来呢，因为刚刚的 Beyonce 就是有一直某些音达到海豚音的、音的状态，就像我们听的是海量的海豚音，海量的海豚音吗？对啊，来哪一首海豚音听完唱完比较容易虚脱？天哪，第一首，来，唱不到。我太给你了。没声音啊，你跟唱刚唱气球怎么不一样？根本没在唱。好，但是我觉得这首歌算是有小小作弊，虽然有人真的还原过，可是像这个剧中的电影中是用科技去做的，对不对？用电脑去制作的，没错。我们来听一下真人还原的，不是还原，真人版本的海豚音。哎呦，这首海豚音本人，海豚音本人，他是海豚代表。来。唱不到我们了，怎么唱啊？我们这个就是，我们只会唱这个，还给我这边。我觉得观众应该匪夷所思吧。观众，我还是要提醒大家，不是只是这样子高难度技巧才是歌的美。我私底下有一首我觉得它非常棒的歌曲，不需要展现很高超的技巧，然后呢，但是也可以感动人。